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作？哎，我没说，你自己说的哦。然后你回去住这，你又不行，你最好行，你又不行，你最好，你最好，对吧？你这样不行，那样也不行，你最好。虞书欣直播和王鹤棣大吵架，指南道歉法，都是我的错，行了吧？来，没有人像我们一样，就是11点多直播的吧？那有什么办法呢？主要是你太忙了呀。那是啊，就是我平常就是很忙的呀。陆剧《苍兰诀》杀青过了一段时间，演员们感情还是相当好。男女主角日前直播陪粉丝看剧，变成蓝墙 CP 斗嘴大会。你觉得你跟东方青苍的性格，有哪些相似之处和那个不相似之处吗？咋的？突然来的采，猝不及防来的采访问题。我当然也有冷酷的一面啊，不然我怎么演出来的呢？你有冷酷吗？那不然东方青苍我怎么演出来的呢？你有演技呀。Respect， 来聊聊你的高光时刻吧。我没有什么高光时刻，像我看来，我就觉得东方青苍就是那种爱发火的老公，然后小兰花就是陪伴在旁边的劝架的老婆。没有啊，你也很就是很就是经常一番又一番的呀。东方青苍都以为这个事儿就 OK 了，大家就可以就是好好的就是生活下去了，结果你又来一个毛病，又来一个情绪，然后两人又开始吵架。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作？我没说，你自己说的哦。我不作的话，这个剧情怎么往下演？你说的有道理啊，是小兰花的错，不是你的错啊。也不能说是小兰花的错，好吧？所以你本人是觉得就是因为小兰花一天到晚在作，对不对？也不是了。哎，我送你那个1:1的私密垫带，我超心疼我自己。那我想要我自己的家呀，他都没有那个桃树，也没有多肉，也没什么都没有啊。而且小兰花也是在乎了东方青苍情绪，你说喜欢吗？然后我就不喜欢。对不对？这种假话更扎人。你忘记了我们俩是同喜同悲吗？那你这样怎么样？那你另外就把那个真的给搬回来啊。对啊，那后来我说把真的给你弄回来啊，后来我说我把水云天那帮人都给赶走，然后你回去住这，你又不行，你最好行，你又不行，你最好，你最好，对吧？你这样不行，那样也不行，你最好。怎么现在是不是在就是头脑风暴，想怎么就是回怼我？我才不能，我时刻记得这是在直播。你有你的，你自己想的，我有我自己想的呀。好爽啊！你现在不说话，大家都会怪我刚刚把你怼生气了的。这不是怪我，那我反正你说的都是对的呀。我是。好，我错了，行吗？我错了，我错了，都是我的错，行了吗？可以吗？这在直播也要吵架怎么办？我就是一个很真实的人，没有办法装出来很开心的样子。别这样，你大度一点嘛，你能不能动一下，朋友？嘿，嘿。哎，你看看，是他把你们全族那啥了，不是我。就是你小时候吗？嗯。小时候也这么可爱啊！我谢谢你。难怪长大了更可爱。谢谢。工作人员说不要再吵架喽，马上结，直播就要结束了，不如我们就在这里 say goodbye 吧。人家看完这个可以看，会不会觉得我们两个关系不好？